爸比，你看着的我看不到，我看着的你也看不到啊，我怎么知道你在看什么呢？离婚的问题，爸比都还没想过。可是我们不是有照相机吗？那我叫你拍照，你又不想学。爸比，我们是不是只能知道一半的事情呢？你在问什么？爸比听不懂。我只能看到前面，看不到后面，这样不是就有一半的事情看不到了吗？We never live the same day twice. We never afraid of getting up every morning. Why?Thank you.